个原始简体，它的名字叫金正。金正在我们电子图中以字母 Y 表示啊，以我们的英文字母 Y 表示 Y0000 表示此金正在我们桌面上的位号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金正的食物。金正是一个正方形的啊，米黄色的，然后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左边是食物，右边是我们的电路符号。金正在我们电路图当中的一个符号，可以大家看一下食物。那么这是我们一个 6S 的一个主板，那么可以看到这两颗啊，就是我们的金正。那我们今天的电源旁边，桌面上面的三颗金针，总共有三颗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二个元器件。第二个元器件呢，我们叫做电感。那么电感在电路图当中以 F 和 FL 表示。那么 FL 呢，又表示我们的保险电感，比如说 L2750、FL100。FL100 呢，就表示它在桌面上的位号。我们来看一下电感的实物，这是一个电感 CPU 的供电电源。它这一排我框起来的这些都是这个不是，这两个是电容，这是芯片，这个电感。这些就不是，这些就没有。好，这下面这一排就是我们的一个电感的实物。再看一下它这个电路符号，电路符号呢，还像一个什么的门一样啊，像我们的三个小门、四个小门一样。我看一下电阻，电阻在我们的电路图中以字母 R 表示，比如说 R3013，3013。那么现在表示在我们的主板中的位号。好，这是我们的电阻，电阻的电路符号像一个闪电一样，我们给劈下来的。我们的电阻又分上下电阻和下电阻，上下电阻。一端机信号，一端机负电，然后我们下拉电阻，一端机信号，一端机地，这是电路符号，可以看一下。左边那个是上拉电阻，我们看上拉电阻，一端接负电，接我们的 PD 发布电，然后另一端接着我们的二次总接信号，这是我们上拉电阻，然后这是电阻，电阻在这，它呢就是代表我们的上拉电阻，然后再看一下下拉电阻，一端机信号，然后一端接地，2042，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下拉电阻。一端机信号，一角机信号，二点接地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电阻的实物啊，比如说我们 6S 的上电阻，贴在这里，这是一个电阻的实物，两头是白色的，中间是黑色的，这种一般都是主板上面最小的规格0105，最小的那种规格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啊。好，看到我们刚才说的上拉电阻，上拉电阻啊，就是我们一端接我们的负电，然后另一端接我们的信号，中间的那个这一排，它都是我们的上拉电阻，都是上拉电阻。另外呢，还有一种电阻叫保险电阻。保险电阻呢是串联在负电和信号中间的，0.00K 相当于我们的保险电阻，它是个电阻，但是它没有阻，只有0.00K 电阻的0.00K， 这里写的，这里叫做保险电阻。好，看一下我们下拉电阻，下拉电阻一端接我们的信号，一端接我们的一个显示的一个信号，好，另一端接地，中间这个就叫一颗电阻，就叫下拉电阻。好，我们过来看第四个元器件，我们叫电容。那么电容在我们电路图中以字母 C 表示，比如说我们的 C2014，就表示它在我们主板当中的一个位号。那电容的话，在我们主板上面有很多。看这些，这么一排，这些东西全是电容，电容，这也是电容，这也是电容，全是电容。所以说，电容在主板中是最多的，这些都是好多都是电容，所以它这么这些全是电容。好，我们回过头来再看一下它的电路符号，电路符号电容呢一般比较好记啊，电容的话就是。滤波电容和耦合电容，滤波电容一端接地，一端接负电，耦合电容是串联在我们的电路信号当中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你在那个看实物看出来的，这个的话看是滤波电容还是耦合电容，就在电路当中看。那么上面我们已经把它们两个定义解释很清楚了。滤波电容一端接地，看我们这一颗上面左边的，在我左手边，看左边这幅图是我们的滤波电容，然后右边这这边这幅图是我们的耦合电容。滤波电容呢，一端接我们的负电，我们看到 PD 图吧 ，DRAM 暂存了 DDR 负电，然后另一端接地，中间这颗电容就是。滤波电容，那么耦合电容呢，就是串联在电路信号当中，这是一个信号，到了我们的一个芯片，夹在中间，这种是耦合电容。我们再来看第五个元器件，叫做二极管。那么二极管的话，一般出现在我们的手机电容当中、背光电容当中最为常见，一般的话都是用在我们的背光电容上面，用于什么？说我们的整个二极管。这个图可能看不清楚，因为在这里有两个二极管，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实物图就看不清楚。这两个都是，这个是玻璃的二极管，这个是我们的普通的二极管。二极管在我们的电脑场景图当中以字母 D 表示啊，比如我们的D4021，就表示它在主板上的位号。然后看一下这个符号，电路符号是一个三角形，一个三角形，还有一个三角形。哎，看到它的电路，大家需要记住它的电路符号就行，也不要记住，知道就可以了。我们看六个，也是我们最后一个，还有个长管。那么长管在电路中有 Q 表示啊，手机电路中常用于这样的话啊，比如说我们充电芯片下方基本上会有一个长管啊，是它的电路符号 Q2300，它就是比如说是主面转换出我们的电池。充电芯片
下方也会公布你们的成果。谢谢。